来，全体肃立。上香拜，再拜，三拜，手持三宝圣旨。请咱注意，献花。并献鲜花，祈祝恭恭敬顺顺大利，花开富贵万万年，平安顺利大赚钱。献花，再献花，三献花，一花。请咱应务注意，应告。平现成果，成功圆满，得到好结果。现果，再现果，三现果。请恁注意，请咱上头岗位现在的。明显在变，祈求两江江落下地主，风度大典，事业顺利，生意兴旺通四海，招财进宝滚滚来，平安顺利添丁大发财。一天在变，再现在变，三现在变。手持三宝圣旨香，宝上金开三大钱，福为天地之初分，阴阳之中枢，基金用烧宝香拜，提请供养，焚香上品，奉请大溪区溪州福山岩清水祖师，众神圣本宫列位众神圣恳请一字，速降大情。天文岁数五十年，九月十三日，由同治八里区大英里公民宫罗华观音老会全体神神男女大德宫163人顶一同前来参香典礼，全体上香拜，再拜，三拜。手持三宝圣旨香，宝上金开三大钱，福为天地之初分，阴阳之中枢，基金强烧宝香，客请供养，奉请大溪区福山岩清水祖师地位众神时，香气鼎鼎献天文，人气清香照天文，良金红果香兰露。吉林昆林大中营，香烟化出平安符，拜！祝会开成富贵花，天文岁数五十年，九月十三日，由公兴宫清水祖师罗下观音庙会，由主任员王德山率领观音庙会及众神神大德诚心敬祝，溪州福山爷。香火鼎盛，救世万灵，诚心敬拜，上香拜，再拜，三拜，一片献上。我们接到前面来。金龙，后面还有。全体肃立。如来佛保佑，香烟达上苍，上苍神仙驾，降罗四真祥，同持八
大人去共享欢迎会。由主任委员率领，委员就向先生大家中祝大家福，提酒福善羊，羊火鼎盛聚上心，有水灵通变丰盈，绿色变香香得胜，绿色胜水水得灵，祝福福如东海，祝寿寿比南山，牛马六畜自在地，田园五谷得丰盛。香火旺盛，年年兴。由供应宫技术人员全体向先生大德，再向大客提酒福善宴，清水祖师特别众先生行三鞠躬礼。以求庇佑全体先生大德，人人身体健康，出入平平安安，事业顺顺利利，求财得财，求利得利。全体再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。新厝大姐，咱即摆大门入去接平吼，接平了，咱简单准备一寡点心，请大家来享用。啊，咱倒平吼，倒平即个来，请咱的主意甲咱的干部来，请大家来联谊，来联谊吼。汉邦啊，后来伊刷去福建嘛，嗯，对。啊，后来伊讲讲遮厝又来台湾。这是伊的祖师，祖师公的也是。对，他的唐史，对，他在唐朝的史册上面有那个他的那个史记，然后就是来台湾。哦，唐朝，唐朝你来啊？他唐朝的时候，可能这个祖师爷的那个以前的那个，我唔知，爱蒙啊，可能因为他就这样写说，他以前有功勋，然后就是记载在唐朝的史册上面啊。对，这个历史的记载。这两天去的总共十家庙，只有这一家有写这个历行医救人，然后所以就是他有那个有人会写他的那个就是采药行医，就是去救人。哦，